大家好，我是蓝白老师。今天这个学生呢，是我所有的学生里面呢，怎么年纪呢，可以说是最高，但是呢，又最勤学的一位。好，那我们来欢迎廖清辉先生。廖先生你好，你好。每次教你都蛮开心的，因为你非常的勤学。那我想请问你，为什么会有兴趣上乌克丽丽的课程？其实哈，年纪快80了，我一辈子最笨的就是伊丽耶。我妈妈甲讲，我都高声去讲努力咪啊，不懂。一二三叫努力咪，四叫做花，我也不懂。一年前我想，男生还有多少时间不知道，至少要把音乐学下来。那看到乌克丽丽很小嘛，携带比较方便啊。我想，或许有一天，能够，一琴拿一个琴可以走天下，那个那种感觉啦，简单嘛，那大家都最想简单，只有四弦嘛，那我想，老了不懂练习，那应该会比较不会老年痴呆了，所以来学，我觉得蛮好玩的，慢慢有成就感，那位老师很厉害，他知道我的缺点。没讲，一讲会丢。问，我其实问老师，不只是这乌克丽丽啊，跟音乐有关的很多地方我搞不懂啊，乐理什么都不知道啊，老师都可以帮我解决，所以我学生真的很高兴啊，越学越快乐这样子。我看到你好快乐。那你平常的兴趣是什么？平常骑脚踏车的。怪不得你那么健康。还有就是最后，那你希望你乌克丽丽可以学到什么样的程度？其实能够一曲歌完我来说有一条记住我本来只想说，那个快乐的天堂什么的贝多芬第9，对，可以弹，那就很快乐。可是现在不觉得，越学越有兴趣。对啊，从最简单的 C C 大调，C 大调可是音流都弹不出来后来学第二把手嘛，对 ，F 大调，F 大调第二把手学了以后，哇，还有在变音的，看四弦谱嘛，不看那个简谱，音流不一样。我想，同样一个贝多芬的第9。就有那么多的变化刚刚好一关一关过了那呢也越来越有成就感开始学习我家的狗狗都跑得不见了现在不错，他们可以忍耐的。OK， 好，谢谢好，我教了那个廖先生大概教了一年多，对不对？我其实蛮感动的就是他对于每一样事情都很热忱。他刚刚提到的这些东西，我都一个一个都想到说回想说，他真的那个时候都有问这些问题，所以我对他的学习我是蛮感动的。那我也期待说廖先生之后有一个可以完整的片段可以拍出来他的演出，让我们一起期待好不好？谢谢今天到这里为止，谢谢拜拜。拜拜。